ダメさ、ダメ。你好，我叫艾玛，你呢？我叫 Lissy， 我是一名 FE 足球人。好，我打网球。春节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？春节是中国最大的节日，我就很开心可以跟我的家人跟一起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我也很开心可以领红包。我最美好的春节记忆就是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妈半夜包饺子，然后有一次我总7点早晨要训练，然后有一次我帮她包到半夜，然后那天早晨我不用去训练，然后我就很开心，因为我可以多睡一点。我也记住我的大姨她给我留的那个小红包了，然后我回去的时候他就给我很多钱。还有去年我记住我在新加坡过春节了，然后我们去唐人街，然后看那个灯的时候，那灯特别特别漂亮，就也是一个很好的记忆。我最喜欢春节传统就是跟我的家人一起，还有我可以帮我妈妈包饺子，还有别的年夜饭。那你春节最喜欢吃什么？我春节有好多我喜欢吃的，我最爱吃的是饺子，我特别喜欢韭菜虾的饺子，还有白菜，还有酸菜我都喜欢，然后还有别的，我特别喜欢麻婆豆腐炖豆角拌茄子，西红柿炒鸡蛋，我可以多说一点，但是对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是饺子。恭喜发财嘛。谢谢。